这栋建筑物是民国79年盖的，大概现在有45年的屋龄，其实一直都很好。那今天早上地震太大了一点，所以我们的一楼的大部分的钢筋部分都严重的裸露，现在已经确定会是危楼，那未来拆除的可能性最大。那早上有学生跟老师在这栋建物里面吗？有做是不是有做即刻的组织？没有，今天早上是大概是7点58、59分的时候地震，那时候这栋建筑物里面都没有人，所以我们的学生基本上都在教室。那我们学生到操场集合之后，目前所有的师生全部平安，老师都有做清点的动作。那是不是对这栋建筑物也有做立即的处置，例如说就是封锁线？我们现在已经请总务处立刻拉上封锁线，但是我们可能会把封锁线的范围再扩大一些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这栋大楼的附近就变成危险区域。到地震吗？有啊，很大。我在上厕所。好啊，学校有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严重？我们还没到学校，我们才刚来。好，很多地方都垮，麦当劳的那个玻璃门，还有那个蓝天历史，那个墙壁整个碎掉。我还有照片。有曾经遇到这样的地震，不会磨吗？我应该在睡觉。之前都在睡觉。就那时候上一次0206的时候是凌晨，就还在睡觉。0206是什么时候？我记得那时候就那个那什么云翠的人垮下来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害怕到那个跑到马路那边，所以今天有比上一次更大吗？可是这次只有六级而已，其实还好啊，但灾难蛮也很多事。没上课，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太上课的时间，然后办公室有人了、啊。